好，十七章的二十节哈，我们今天就到三十七节啊。这个二十节到三十七节哈，就是在讲神的国的事情哈。那这个神的国哦，可以分作三个地方，好，那三个地方都有关系的。第一个是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，啊。所以你看哈啊，二十一节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。那第二个呢，这个神的国在天上，所以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二节，就是主耶稣会再来啊，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带来救恩，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要来审判。凡是会得救的要从这个地上被提到天国天上去啊，那个就是神的国最后的实现啊。那第三个神的国就是最后一节啊，尸首在哪里啊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那个尸首哦，巴底不是尸首哦，巴底就是教会啊，教会在哪里，那鹰就是属灵的信徒就会往那里去，这个就是教会。所以神的国有三个地方哈。那第一个哈，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？啊，那耶稣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看的，这是属灵的，但是不是眼睛能看的。啊，美国、加拿大这个是物质的国度，眼睛看得到；神的国是属灵的，眼睛看不到。但是因为眼睛看不到，所以就第一个很难相信，第二个因为眼睛看不到，所以你讲的再好，人都说那是看不到，虚无缥缈啊，地面上的好才是真实的。所以你看人多么拼命在追求地面上的好，其实真正的价值是看不见那灵界的国度。好，那神的国是什么？我请问大家，神的国是什么？有国一定有什么？有王，有国一定有百姓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叫做神的国？就是神作王，那个就是神的国。那神的国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我们开始接受神进到我们内心来做我的王。什么叫做做我的王？来管理我，来统治我，来带领我。那一天就是神在我心中啊，神的国降临，这就是神的国哈，就在我的心里面。好，那这个如果神的国没有做，没有降到我们心里面，那我们心里面谁在做王？如果神的国没有降临哈，我们心里面谁在做王？魔鬼撒旦哦，也可以这样讲了，魔鬼。但是哦，很多人就不信这一套了。我根本就不相信魔鬼啊。如果神的国没有降临，在灵界里面是魔鬼在控制我们，但是在我们看得见世界里面，一般是谁在做王？第一个我自己当王，对不对？我决定我的前途，我决定我的喜好，但是我们自己当王哦，有几个困难。第一个，我能不能掌管明天？我不知道啊，明天起不来我都起不了哦。第二个，我知道不知道明天？也不知道啊，所以啊，什么变化赶不上计划，赶不上变化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天天活着很忧虑啊，明天要怎么改变啊，因为我自己当王啊。第二个，即使我知道明天要怎么改变啊，我也没有能力啊来面对明天啊，所以就很多的压力啊。所以自己当王哦，这个行不通的啦哦。那要请神来当王。那如果神真的在我心中做王哦，罗马书里面有说神的国会有什么体验？我看看哈，我们常常翻这一节圣经节，罗马十四章十七节，罗马十四章十七节，我们再念，一起念哈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
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个让神来住在我们内心，做我们的王，来管理我们，来与我们同在，有三个好处。第一个是公义，你给我看英文叫 righteous， 那这个公义是什么？一切都是对的，好，这个叫做公义。那这个对的不是在我的观念是对的，一切在神看来都是对的，好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很多问题？因为我们的生活想法很多在神看你起来是不对的，好。你看哦，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时候，第一个神看是好的，为什么？就是他看是对的，神看对的就是好的，哦。那人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呢？就从亚当吃善恶果，那就不对了，啊，不对就是罪啊，啊，罪就是人跟神就开始疏离，就有阻隔，那很多的问题就跑出来，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不管是我们个人的问题、婚姻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生活的问题，哦，都是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的决定在神看起来是不对的，啊，所以就很多的不对的后果跑出来，啊，那我们开始回归向神，以神的话为标准，以神的本性、神的公义、慈爱这样来生活，我们回归向神，问题就越来越少，啊，所以这个公义很重要，啊，第一个啊，公义。那第二个呢，因为有公义没有罪，神看起来都是对的，所以神就会与我们同在，那神同在我们就没有害怕，神同在了你就不要害怕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害怕明天好像在旷野什么都不怕，神同在。那第二个，神同在就没有忧虑，没有害怕，没有忧虑是什么？喜乐。喜乐吗？没有害怕，没有忧虑是什么？平安啊。什么是不平安？我很害怕，就没有平安了，我很忧虑，就没有平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神同在，我就不怕我的前途，我不会忧虑我的前面的路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我的父亲，他爱我，他会带领我，我就有平安了。哦，那平安的另外一个字，英文的 peace， 另外一个就是和平，哦，就是人跟神很和睦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国降临，哦，人跟人很和睦，人跟神很和睦，哦，所以神神临到的地方一定是很和睦很平安的，哦，没有和睦没有平安就是那个地方没有神，哦哦，所以这个是平安。那这个平安，哦，不是世界的平安，世界的平安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那神里面的平安是大风大浪当中，好像主耶稣要被人抓去钉十字架，他很安静，啊，因为神跟他同在，是那一种平安，哦。那第三个就是满足，我们人怎么才能够得到满足呢？你物质赚再多钱也不会满足了，家具一直买也不会满足了，所以有的人家具买很多一直送人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新的来过了 不多久不够好又送人再买，没有满足了，圣灵充满就满足了，好。所以如果一个人，哦，没有罪，很和平很平安又很喜乐，这个是什么生活？这是什么生活？天国啦，在地如天的，哦，这个就是幸福啦。所以圣经的幸福是什么？公义平安喜乐，哦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再回来，哦啊，所以主耶稣说他的国要在哪里？就是要在我们心里面，啊，所以信仰是要从我们的内心开始改造，让我们活得很幸福，活在地上好像在天国，不论在什么环境，哦，这是第一个，哦啊。那第二十二节开始就在讲主耶稣要从天上第二次降临，把我们啊带回到天国，哦。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哦，我们看二十四节哈，人子降临哈，在他的日子就是第二次再临，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直到那边，一直到天的那边。主耶稣第二次降临，哦，非常快，哦。那圣经说，连天上的使者也要，哦，
连那个盯他的人也要看见他降临，啊，非常怪，因为这是灵界发生的事情，啊，所以耶稣再临，我才要信耶稣，太慢了，哦，你看到他已经太慢了，是这样？你在有时候有犯罪的人，哦，看到警察要逃已经太慢了，哦，所以要，哦，要来接受主的救恩，啊，那接下去啊，他就在讲哦。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挪亚世代的翻版的第二次降临的啊，你看好的26节哈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到底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呢？啊，27节哈。我们一起念哈，27节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，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好，又吃又嫁又娶，那这个到底有什么错呢？没有错哦。圣经说，神让我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神创造婚姻，让我们有幸福的家庭，这也没有错。那为什么要讲主耶稣再临好像挪亚的日子呢？因为挪亚的日子的人，哦，他整个心的焦点，他生命的重点，就是放在吃喝嫁娶，这个就是错的，哦，吃喝没有错，嫁娶也没有错，但是把吃喝嫁娶当生活的重点，哦，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讲，哦，那时候不知不觉，对挪亚这个大水来到不知不觉。为什么不知不觉呢？其实挪亚有去传警告啊，我们大家照过相你就知道，如果那个焦点，哦，对准一个东西，其他方面是什么模糊的。如果你把生活对准在物质的享受、物质的追求，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会不知不觉，听好像听见，看好像看见，但是没有感觉。好，哦，那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感觉哦，就很危险了，啊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一来，我们还没有预备好，啊，哦，所以主耶稣再临的日子啊，哦，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很多人都很注重生活，对灵性就不看重，生活的目标啊，哦，就是焦点就是物质的、今生的，对属灵的不看重，那主耶稣再来就不知不觉，啊，哦。那他不知不觉啊，就会发生问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预备好啊。好，那第二个，主耶稣再来日才像罗德的日子，啊，哦，那罗德的日子也是又吃又喝又买又耕种又盖建造。那因为生活太舒服了，罗德就不想出埃及，不想出那个索多玛。那后来是因为亚伯兰带他祷告，所以天使就把罗德全家都带出来，哦，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，哦，生活太舒服了，人都不想进天国了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天国就在这里啊，是这样，哦，那其实这个世界跟天国是没有办法比的。第二个，这个世界的好不是永远的，主耶稣要来之前的这个世界叫做大灾难。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，哦，天灾人祸一个一个会下来，是非常可怕的啊，哦！所以从圣经来讲，哦，我们活在这个地球的前途是很黑暗的。为什么？充满罪恶，人不拜神啊。那这个罗德出来索多玛之后呢，啊，哦，神就用罗网火湖把这个索多玛就灭掉了。那我们现在的罪，哦，比索多玛更重，所以这个世界的末日是绝对的，哦，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。但是当这个罗德被带出索多玛的时候呢，啊，你如果看32节，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他已经离开索多玛了，那罗德的妻子，哦，他的心还在索多玛，他回头一看变成什么？变严柱了，因为他心还在。所以我们信了主耶稣，哦，我们要心往前看，看神，看神的国。那如果我们信了主耶稣，我保天国路，我的心还是很留念这个世界，我们在属灵上就变成一棵岩柱了，啊，变成岩柱是什么？失去属灵的生命了，啊，就没有办法得救，啊，所以末世的日子是什么？
从这里来讲啊，不只是罪恶很深啊，末世的日子是很多人太注重今生的生活，哦，而没有做属灵的预备，所以天国路就跑不进去了，这是一个危险，哦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再来哈，其实就是索多玛的日子，其实就是挪亚的日子的再版翻版，啊，罪恶深重，啊，人注重今生，啊，好，那33节哈，就在讲，那我们要进天国要付什么代价？保全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，上吊生命必要活生命，就是说为着信仰啊，有一天如果遇到很大的逼迫，我也愿意为着信仰牺牲生命。那这样哦，好像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，但是他要死的时候天开了，主耶稣在天上等他回去，虽然死得很凄惨，但是他是非常荣耀的。但是如果斯提凡在被逼迫的时候说，哦，你不要丢石头，我不信了，他就不会死啊。那不会死，其实斯提凡现在在哪里？就在地狱了。主耶稣说，你如果以我为耻，将来我也要以你为耻。所以信仰要付什么代价？最后的代价说是耶稣为我而死，救我，求主帮助我，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，我也愿意为着信耶稣来为他殉道，要有这个决心的。但是神会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一天可以得胜，那我们就可以啊，带可以回到天国。所以圣经说，天国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宝贝啊。如果这个地方哈，哦，有一大堆黄金哦，就在这个房子下面。哎，300万你要不要卖？要不要买？我想，如果我有300万，我一定买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堆黄金呢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天国哈，哦，圣经说好像一块土地。藏了宝藏，那知道天国的人呢，啊，就变卖所有来买这一块地；不知道天国的人，你买那一块地荒芜之地有什么用？啊，哦，对不对？这样哦。如果说认知天国的价值，我们就很努力去追求。但是如果你看不见哦，你就觉得那没有什么意思啊，哦，今生最重要。啊，哦，好，这个就是要付代价啊，哦。那接下去呢，啊，就是34节、35节哦，就是信仰是个别的。啊，所以有一个姐妹啊，她先生不信，啊，那个传道人去访问她说，主耶稣很爱我的太太，是不是？当然是啊，主耶稣爱我太太就是他的女儿啊。那如果主耶稣爱我太太是女儿，我是他的女婿呀，啊，那主耶稣救我的女儿应该也会救我。传道说不是这样，哎，哦，信仰是个别的，啊，所以将来主耶稣再来哈。两个人躺在床上，可能是夫妻，一个被提上去上天国，一个要留下来。为什么？他不信，所以信仰是个别的。那两个在推磨，一个提上去，一个要留下来；两个在田里面，一个上去，一个要留下来。为什么？信仰是个别的，我们没有办法为任何一个人来做信仰的功夫。我们可以关心他，为他祷告，但是最后他能不能得救，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呀，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在讲啊，末世要来所发生的事情。好，哦，那最后就是啊，教会在哪里啊，属灵的信徒就会往那里去，啊，所以啊，爱教会的人就是爱神，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，啊，所以我们在搬家在找事情，到最后都要以教会为主，哦，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搬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决心，我要在那里来建设教会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哦，那如果我信心没有这么大，那就找在教会旁边，哦，因为主耶稣身体在哪里，属灵的信徒也会聚在那里，哦，好，我们，啊，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讨论，哦，大概有15分钟。是，就是刚才说说夫妻，因为圣经上讲夫妻是一体，对，如果一个不信，然后另一个帮他祷告，他也愿意来，是愿意信。可是问题到就末日的时候，如果那一个就夫妻两个人，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底下？因为他不信了，啊。可是他们不是一体吗？一体是，一体就是灵、肉体跟心灵上是一体，哦，
但是还是两个不同的灵魂啊。对，对，因为两个不同的灵魂，所以这两个人都要自己信神来受洗，让罪得赦免。呀，包括肚子里面这个孩子啊，啊，当他被怀孕的时候，他有他自己的灵魂，他的生命，所以生下来这个孩子自己要洗礼。那父母没有办法替他洗礼，因为生命是个别的。呀。可是，如果要是那个不信的话，或者是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夫妻两个人，如果另一个不信的话，然后另一个人帮他祷告，就信的那个人帮他祷告，也是有效的，会有效，对。所以有时候生病啊，太太必先生祷告，先生不信病也会好啊，他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。对，但是如果到得救，将来要进天国，单祷告不行了，你要照圣经的话来做，就是要接受洗礼，要求圣。没有洗礼，他也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上去。对，所以救恩是个别的啊。那不是大多数国家都是孩子，就是你本身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孩子出生第三天就要受洗，那个算不算呢？第三天就受洗啊？你看在英国那个女团的，哦，那个都是受洗。不管他受什么洗啊，信耶稣总是好的。但是那个教会如果传的跟圣经不一样，没有圣灵的降临，那个洗礼都是悔改的洗。啊，没有赦罪的心。那像刚才你有讲说是，就是保罗他去传福音，传到一些地方，这些人不信，他就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对。那要像我们，就像自己的家里，如果我们就是跟家里人传福音，他不信，然后我们就不去管他去。哦，这个不太一样了，不太一样，因为家庭圣经里面有讲哦，这个家庭的信仰哦，太太可以救先生，可以救太太，太太可以救先生啊。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说，他如果不听，你要用行为把他感化过来，哦，然后为他祷告。如果一个人做真正的基督徒，常常为先生或太太祷告哦。到最后都会信的了，呀，也有带领先生带四十几年的，天天祷告，到最后四十几年一定会信。那如果到最后哦，太太先生都不信，很可能是我们生活没有改变，然后觉得你信跟不信差不了多少，或者说我们没有祷告。如果真的生活有改变，感动了，配合为他祷告，他迟早一定会信。那传福音不是这样哦，传福音就是把福音带到世界各个地方。对，啊，所以圣经已经预言外邦人要得福音，那神也说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他开始向犹太人传。那现在犹太人既然不信，他就转方向，就是神感动他转方向传往外邦人，所以今天我们才有福音可以得到。那要是像我们去传福音，就比如，因为我现在我有一个亲戚在里面，然后我有跟他传福音，他觉得这个啊，我们教会太深入，他愿意去教会，他觉得我们教会要跪下来祷告就有点深入。太深入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深入？就是信的比较深。哦，就像别的教会，对，比较虔诚，就别的教会就是很好，就聚一下。他有想说，我愿意去教会，但是我想要去那种就是松一点，就像别的教会就去啊，祷告就大家祷告。对，我们上礼拜那个查经有讲哦，像软弱人就做软弱人。嗯。哦，所以他还没有开始哦，他只要愿意祷告，你坐着也没关系啊。哦，那你礼拜六不能全天去，那你就来一个早上也没有关系啊，至少哦你愿意去做，这样就好了。像软弱人做软弱人，你一下把他要求这么高哦，他连来都不会来。那等到他听懂了，你就一步一步就带领他更深入。哦，那有时候我们听人讲哦，信就好，不要迷哦。听起来很合理啦，哦，什么叫做迷信？请问大家，什么叫迷信？没有办法解释的信仰叫做迷信。
要拜土地公，你解释来看看，为什么土地公是神？你到底在拜什么？你讲一套道理来听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那等我们信耶稣哦，我们不要想说哦，信而不迷了。什么叫做迷？这个是人生的手册。我们今天问题一大堆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照圣经来啊。啊，如果你照圣经来哦，问题都没有了，家庭会很幸福的，哦。所以这个要到他信仰很深入的时候，所以他讲哦，我信就好，不要那么深哦。这个听起来也是很好了，表示说你信得很深了。对对，如果你信得很浅，他就不会讲你不要信这么深了。嗯，对，好。那信仰是信仰，第一个我们是跟天上建立哦父子的关系，第二个我们跟主耶稣好像夫妻的关系嘛，主耶稣再来我们就是好像婚宴的开始。那如果是父子关系，如果是夫妻的关系，当然越深越好啊，怎么样？只是因为他还没有进到那个程度，他不能了解。那不能了解，就是按着像软弱人、像粗信的，我们就做粗信的，哦，一步一步来带。那我们要带入到福音去教会的时候，就不需要强迫他要跪下来，说你坐着祷告。哦，对对，他如果不方便坐着也可以。啊，他如果不愿意祷告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来跟我们听就好了。你不愿意祷告，你坐着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上次说我们有带一个慕道的教会，然后我们祷告好像频率有点多，说啊又要祷告，因为上个礼拜因为敬老会，哦，然后他可能就说，他说别的都 OK， 他就是老是让他跪着，我说没关系，你可以坐。对对对。可是他看见大家都在跪着，他就也跪着。你跟他讲哦，你是在听的哈，哦，所以你如果不方便，你坐着没关系，啊，哦，但是如果你也想要体验神哦，欢迎你一起跪，这样让他有一个自由选择了，哦。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他，但是不要勉强。对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就不是就碰到安妮了吗？第一次我来，然后也是我就对那个祷告就啊，哦，我就很抗拒的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。后来到最后，传道人说要到前面去按手。我就有点不想去了，我就跟安妮说，我说我的腿有问题，我不能跪。然后他安妮跟我说不要紧，你去前面第一排。我说再一个，我说我在我们教会十几年都没有灵言，我出不来的。他说的你就到前面坐在第一排，然后你就很诚心的就奉主耶稣的名就重复哈利路亚。结果我重复到第五遍，就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就舌头就卷起来就出来，一直到现在都有。而且从那以后，我每次来我都自己吃嘴就跪下了，就再也没有借口了。